烂到现在真的很紧张。哇塞，从头都烂，还躺在那。躺在那不是应该可以拆的都被拆光了？没有被家属领走。
到这里才结束。嗯，有够久了。所以中间有什么地方可以稍微停一下？那刚刚慕尼黑空地啊，那就被围住了，车进不去。嗯，再不然是刚刚就直线旁边那个岔路。寿命多两百转，刚好
不要写到说真的超过很多啊。嗯。虽然把它多个200转，然后预防那个换挡，换慢一点。但是直飞在力保，我很少用到，真的拉到7200。